大家好，我是罗云熙。长月烬明的这个剧本哈，它的文字描述非常的惊心动魄，我感觉我自己的思想好像都要快跟不上这个文字的描述了。在其他项目当中并没有说是能够看到如此突出的文化色彩，我在长月烬明当中尝试了可能需要两三部戏才能尝试到的这种角色量，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比如说澹台烬吧，你刚刚在圣国作为质子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感情，他感受不到作为一个人类正常应该拥有的感情，所以他对很多事情都是冷漠的，这是一种状态。然后到夜袭物出现在他的生活当中，给了他生命当中的那一束光，从此之后他会慢慢的感受到别人对他的爱以及如何去爱人。然后再到后期500年后，他继承了澹台烬的所有的记忆，然后变成苍九明的时候，他内心承载着很多很多，包括善包括恶的一些记忆，所以那个时候他其实内心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饱满的。然后呢，明夜背负着非常沉重的使命感和守护苍生的这种义务，但其实呢，明夜也会被出现在他生命当中的桑九所感动，被桑九对他所做的一切而付出自己的爱。因为我们拍戏也不是说顺场拍，一场一场接着人物的情绪人物的走向去拍，他可能前一场是拍这个时候，下一场就立马跳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你必须要在前期把每一个人物不同时期的每一个阶段的内心给吃透。首先肯定是通读剧本，先把自己作为读者去感受这个故事带给读者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再把自己设身处地的作为这个角色去完善文字当中没有描写到的他的经历。长月烬明当中你能够看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文化输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你会发现这种东西它是美的，它可以为我们每一个观众甚至是我们每一个演员带来不同的审美高度，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对，我觉得长月烬明他做到了，他能让我眼前一亮，他弘扬了我们自己国家的一种传统文化传统美学。对，然后我们再通过自己的后期创作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然后再最后通过荧幕展现给观众。不是我成就了角色，而是角色让我成长。我曾经问过一个前辈，我说为什么前辈您饰演的角色这么的深入人心，能够这么的打动观众，其实老师他就回答了我两个字，就是用心。我觉得这个用心两个字其实就是我的初心，用心的对待每一个角色。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白露。我拿走你的血骨还你神髓，你曾在苍生府里见过苍生，若可以，愿你此后仙道通途，与天下福泽，别再做魔了，成神吧。你不是本人。那就像你觉得黎苏苏和白露谁美呢？黎苏苏，真心的，真心的，我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就觉得我是大美女。如果是你本人哈，澹台烬、明夜、苍九明，你会选谁？明夜。但每个人喜欢的类型不同，但也有一段时间会喜欢那种澹台烬那种，就是我对别人都坏，我只对你好，就只宠你一个人那种人。但他就有点坏坏的，我可能现在就是不太喜欢那种坏男孩吧。我喜欢好男人。周深的时候是会听一些悲的，但这个还好。其实我在长月好像就是情绪来的还挺快的，因为他仙侠本来就虐，不虐就不仙侠了。我们其实很多大虐的戏都是对着哭，就恨不得全景的时候就开始哭。你都拍不到你，你看在那哽咽。那就是你有很多那种吐血的镜头吗？然后跪在地上那种，然后大家都说看你吐血了，好嗨哦。其实我也很喜欢吐血，是有那种感觉，你不知道。你可以回去含口水吸。我怎么跟你形容呢？你知道当时我有个视频，我不知道白衣服，我趴在地上，然后这边全是血，那个血就是我吐多了，因为我是躺着吐的，我整个人躺在地上，然后我就一口喷出来，然后化妆老师还在旁边，就是感觉大家都觉得怎么吐这么多。录个自驾游的综艺，你想往你的车里塞进哪些电影朋友呢？这样吧，你安如梦已经录过一次剧综了，那我这次自驾游就带一下以爱为营的剧综。谁是搞笑担当呢？谁是做饭担当呢？搞笑担当的肯定是王鹤棣啊！大家都说你和王鹤棣是笨友相见，你看我
必有相见。是啊，不，你们会发现，就是第一次有男人比我还吵吵，凑一起就发病了。那我悄悄问一下，劳斯莱斯好做吗？不好。再说一遍。好做呀，怎么会不好做呢？好做，好做，可好做。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白露。您还记得我们之前给你送的那个东西？So what's the best way for women over 40 to lose belly fat? This would be the best way for you to lose weight, right? This is the best... Wow, 水晶鞋！啊，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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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送过最离谱的生日礼物，就是那个水晶。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有东西要准备你，但身份证掉了怎么办？对不起啊，对不起。怎么样，这个游戏？什么 interesting？ 大家都说白露老师又来又来赚大家的眼泪了，怎么样？是不是不虐不接啊？没有不虐不接，就是正好遇上了这个本子。那仙侠他肯定是多少要带点虐恋在里面，他才会好看嘛。可能这部戏也会赚一些大家的眼泪，所以大家多备纸巾。就是他们俩宿命感会更强一些吧。黎苏苏有句台词说，我生来就是为了你的死去，就两个人是注定是会毕业的一个关系，所以会更虐一些，互相折磨，互相推拉。感情最深的肯定是黎苏苏了，因为 80% 的时间都在演他。我觉得会比较有挑战的可能是桑九，因为他还有一段黑化的剧情。我做到了我一直想做的工作，可是好像和期待的不太一样，而且同事们也不是特别友好，突然觉得前途渺茫，要不要继续坚持啊？听从自己的内心吧，我觉得人还是要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和喜欢做的工作。比如说我做演员，我就是找到了做演员的热情和我感兴趣的点，我一直能在演戏的过程中找到创作一个角色的快乐。其实真的周围人什么样不太重要，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让你做的不是那么开心，那你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同岗位的别的公司？最重要的还是要爱自己，首先快乐是最重要的。讨好型人格怎么办？还是会委屈。其实我也有点讨好型人格的，就比如说我的朋友啊，因为一个失误或者一句话，我让他不开心了。这个时候我永远是那个会主动去下台阶的人，我只是多说一两句话，或者说去自己去主动去迈出这一步而已，我并不会少块肉。安特效，我要这样操作，你看，好吧。好的，我试过了，我早就试过了。那你有没有看过网上有个小女孩叫白梦莹二号？是我看过那个视频吗？和白露是什么关系？我看过，我知道。觉得像吗？我都是很多朋友刷到来发给我的，会有点像，但我小时候没有她可爱。